你是谷主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是的话，你就非死不可。哦，那理由呢？没有理由，说你是或不是。你猜。你应非国主，可我先前隐身屋外，又分明听见李前忠诚等在屋内大呼万岁。你说是或不是？我若说是嘛，你要取我性命；那我说不是，我可犯了冒充国主的死罪。你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才好啊？好，那我就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。哎呦！要不是手上没有剑，我会打不赢你。有种把剑放下，真想揍你。身手也太快了，看过去。好剑法！丁五卫，哎，兄弟，你我合作除贪官铲恶吏。辰时出客，与李忠诚到城东的顺客星酒楼见我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多出个这么好的助手啊！咻咻咻咻咻，肯定以后我会宏图大展呐！朋友，把话说清楚再走也不迟。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果然是个女的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你去死吧！慢，你是假凤假兄？不，你是女人，我该称呼你为假姑娘。你是假凤假姑娘。但愿你我是有非敌，你不是我非要取其性命不可的那条恶龙才好。